孔子曾经说过，一个良好社会的关键是对我们平等的尊重和热爱。大家好，我的名字是阿拉斯利德拉格斯，我是尤卡坦茨市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今天我要向大家再次在节约无数生命，每次都变得越来越大的问题之前，性别暴力。联合国将对妇女的暴力视为第一位，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体、心或心理伤害的任何暴力行为。性别暴力是我们社会永远存在的问题。幸运的是，时代需要我们改变。妇女在不肯贡献的决心，是不再沉默或受控旁观。但是，我们面临一个新问题：抵抗变化。根据来自经委会的数据，拉丁美洲是流行星球12的最危险的地球。星际非洲，从霍布斯岛到蒂华纳，每时每到65岁之间的1/3的妇女，在日常生活中遭受某种形式的暴力。我们都不确定，哥伦比亚的大学生也不敢大声谴责教授的性骚扰。15岁以下的女孩也没有成为在巴西和阿根廷开枪获得的人口发育晚楼的受害者。委内瑞拉早就常客暴力对母亲不实，尼加拉瓦没有被警察强加的妇女。最后，我想对所有见到我的妇女讲话：我们并不孤单，我们比在哪里知道任何人都超有。所以我们来自何方，我每个人都经过住空流的生活，成为我们自己自由。谢谢。